美啊，真是为了美呀、啊，是吗？吃了一天布洛芬，一说药我又跑来了。说什么？在开运又过来了。你看我这眼睛还肿着呢。是，理解理解。是我都是后梅，都是找你林师傅来，几个这偷都交给你了。都是后梅。对。今年是多大？55岁了。55。嗯。奔着多大岁数减呢？嗯，年轻10岁。年轻10岁，45呗，是吧？对。这长度有啥限制没有？没有，你都给我说摆好看的来。拿我饭咋来？对，我这头都交给你了，林师傅，我都相信你，成天看你。我老闺女在苏州，我老闺女都说：“哎呀妈呀，这着魔了妈！”看着这个手机，不看别都看林师傅。哎呀，今天又换个人交了，哎呀又走了。只要你做好决定就行，是吧？我就尽我最大努力，给你剪得有点活力，年轻时尚一点，是吧？嗯，我就是好美，就是好美，都想年轻年轻。55了，我今个早上我跟我大闺女说，我说我今天看到林师傅了，我给我绞了头，这一辈子我没白活。哎呀妈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我都特别激动，我都。点了。点。希望今天的发型就是你新的开始啊、嗯！谢谢，新的方向。谢谢林老师，谢谢。剪了啊，剪吧。嗯，交给你了，林老师。嗯。剪剪呢，你会轻松特别多。对，我要不是关注你、看着你，我还别的那理发店我还不矫情呢、嗯。我闺女楼下都有，你是矫。哎呦，这一关注你，我在直播间一问你，我说。林师傅你是哪儿的、啊、那个家住哪儿啊，我都问的，你美发店在哪儿啊，我都在直播间问你，你都说唐山。哎呀，我脑瓜都嗡一下子，唐山的呀，我闺女都在唐山那优势啊。嗯，这么近。对，这么一剪呢立马换个人啊。哎，谢谢。完今天一脚心都放下来是吧？对。昨天我下车到床上眼都睁开呢，我这眼都闭着眼，我都不睁眼，我都让我外甥女儿搞手机操作跟你们联系。嗯，还想在这儿呢。对，这没讲完了啊，仨姑娘回家都不认识你了啊。是我都这么多吗？上这检查，我说人家60多岁，去我没到60，你还差5岁呢。嗯，我说我都会改变改变，不行，我都搁那琢磨着。这个事儿啊，只有自己想开喽，是吧？嗯。谁也劝不了你。我就是人家谁都说我这几个月腿老了呢、嗯，我都想更得让你给我绞透了。是。头发呀，就是一个人的状态，是吧？是。邻居都说我，哎呀，你这几个月到老了的，老了好几岁呀，你老了10多岁呀，每年似的。嗯。看见我都说我年轻年轻，没人说我老，都这几个月都说我忒老了。没事，有我呢啊，啥也不怕呀。要不都找我说，非得找林师傅。嗯。给你剪完了吗？一点都不输年轻人呐。嗯。无论是活力是吧，其实55正是一个人的好的时候。其实按现在这个时代来说、嗯、是吧，我也能干你干活。嗯，啥也不耽误。现在干啥活去，我还不服年轻人家。嗯。护发精油你不买了吗？是吧？买了，买了。吹风之前啊、嗯、挤上3滴就够了。一、嗯、滴两滴三滴。哎。揉匀喽。抹到头发的发梢还有发中就行了、嗯、你头不是自来卷炸毛吗是吧？对、嗯、会用了吧？会啊，就这么简单啊。嗯，之后咱们吹干了看效果啊。嗯，和长发呀差个人去了。高兴，今天我终于美成功了。终于美成功了，很幸福，可了不起呀。这都啊50多岁我没白活。找着林师傅给我讲了，不至于。